欢迎啊，流浪者，看来你是被最近的事件吸引来的。这是个不寻常的时代，许多人害怕未知的事物，但这正是我的专长。而你，你是来找答案的。这个符文能帮你找到解答。据说它是某个神秘魔动机的遗失组件，只要有本事就能驾驭这个强大的武器，掌控古老的魔力。但你要小心，魔动机埋藏在卡基斯坦的地底，就在佐顿库勒的密库里。他们数百年来隔绝于世，除了有库勒亲手设计的致命陷阱保护，还有恐怖的机械怪物。但是佐顿库勒高估了自己的才智，这位傲慢的法师抛下了自己的成果，任由黑暗力量腐化他们，窃占了密库的魔力。所有的答案都在地底深处，有胆的话就收下这符文吧。